想起你瘦瘦的身躯，我伫水边，叫花开的时，阮拢会怀念你，怀念你天真的年纪，亲像可爱的花蕊。钓水牛，牵起山脚去吃草，搁一面看册，看甲日头落山。暗时啊，转去煮饭一滴，无闲伫厝后，搁会记甲恁老爸捧水洗面。你实在有影有效，乌手乌手甲甲球，提灵丝甲球球，水牛水牛乌白相，我的狗仔底阮头油，后来水牛袂。阮看你目屎一直流，今仔爸搁欠人50块，煞借钱借来阮家。阮老爸竟然甲你买起做细伊，阮真想要哭。这是什么天年？阮真正想要离家出走。去年你才12岁，就予阮心内非常敬佩。去年你才12岁，煞予阮心内非常惋惜。水牛是杨贵先生的一篇短篇小说。当年伊描写日据时代，伫台湾一位聪明的农村小姑娘阿玉啊，不幸的遭遇甲经过。伫57年前，这篇故事，伊是用日文刊载伫台湾新闻学杂志的创刊号内面。50几年后的今仔日，咱读起来，同款会予人同情阿玉啊这个人物。所代表的悲哀甲可惜。后来水牛袂调，有看你目屎直流。恁阿爸搁欠人50块，煞借钱来
老爸紧来甲你爬起来做细伊，有真想爬到。这是什么天呢？阮真正想爬离家出走。咱第一阶段的节目，到这要来过一个段落。咱休困五分钟了，伫四点啊三十七分的时阵，请各位朋友倒来坐位，咱要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。咱即摆来休困。